爱地球观察站，我是主持余小玲。2014年是国际家庭年的20周年，而在每年的5月15日更加是国际家庭日来的。在世界各地都会有不同关注家庭的活动，促使大家持续去重视家庭这个社会基本单位。而在5月18日，香港有多个机构还联合举办了一个爱家庭的运动。我觉得一个家庭的组成，爸爸妈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他们每晚都来我间房聊下天，讲下心事。我希望可以用这个正确的价值观去带领我的女儿。大家有没有留意过这几段宣传片呢？来紧的爱爸妈爱我家运动启动礼，由多间同样关爱家庭、婚姻、孩子的社福机构和教会联合筹办。除了有嘉宾分享和表演，一家大小的参加者还会巡游到尖沙咀文化中心，宣扬家庭和婚姻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欧长江博士有三个仔女，最大那个已经有26岁。欧博士是一位有丰富辅导经验的婚姻及家庭治疗师，他更加写过不少关于夫妇和亲子之间应该怎样相处的专栏文章和书籍。而讲到要爱家庭，就梗系要用行动表示啦。这个活动其实最好就成家人一起去参与啦，咁俾啲仔女一起去睇到啊，原来父母咧都好睇重家庭嘅生活嘅。咁我谂其实香港人咧都几忙下嘅，咁所以喺嗰、那个即系平时家庭生活里边咧，各有各自己咧，咁其实即系喺个时候焦聚翻，俾啲仔女都。看到其實我們要看重家庭生活，因為家庭其實是我們的避難所，或者在外面很多問題有困難可以回來家庭那裡，可以得到家人的支持，其實是很重要的。另一位有三個女兒的雷敬儀博士，亦是一位西方思潮與流行文化研究學者，致力探討現代社會價值和關注家庭倫理，仲出版过有关书籍和发表相关文章。他认为父母要学习不要被经济压力影响了生活重心，要花多些心思了解和栽培子女。你要想，你要认识明白你的细路，跟着你就想这个细路给他看些什么东西，或者鼓励他做些什么是真的适合这个细路的。那这些都要父母花心机去想和去计划的。我想我哋呢一代嘅父母可能要學習，就係有時你建立嗰個細路仔自己嗰個生命，佢對自己嘅自信，佢對生命嗰種嘅感恩，俾佢學好多嘅技巧，更加重要咯。我哋要學習即係重視人嘅關係咯，做爸爸嘅真係重視，即係佢爸爸做一個角色，點樣去栽培仔女。做媽媽都是媽媽那份的愛，即這個對人的關懷重視，比起任何一些的拿任何一些的 certificate 或者學任何的東西更加重要。今次愛爸媽愛我家運動的其中一個願景，就是所有孩子可以在父母的悉心照料之下快樂成長。而在活動上面就會有全場家庭立願禮，到時一眾父母配偶、子女可以一起承诺守护家庭价值，关心孩子，维护婚姻。从个家庭结构来讲，一个健康家庭应该是有个爸有个妈，有些仔女一起样。如果即是现在很多人离婚或者有单亲的家庭，其实对他们个家庭的运作啊或者相处其实都有不少的冲击的。咁我諗家庭我自己覺得最緊要係夫婦嗰個關係咯。因為好多時我本身做即係婚姻家庭治療嘅，咁就發覺如果夫婦嘅關係咧有啲嘢即係出現問題咧，其實對仔女嘅情緒啊、學業咧，其實都有好大嘅影響嘅。愛爸媽愛我家運動，依家已經有超過70间關注家庭趨勢嘅社福機構、企業、學校、專業團體、教會等嘅支持。希望所有夫妇可以在稳定的婚姻关系下互相扶持。我想在那个的沟通上面，夫妇都应该虽然很忙，但是其实都那个相聚的时间和沟通的时间都不可以少的。其实我们都很鼓励他们会
在個婚姻關係裏面即係有多啲彼此嘅讚賞啊、鼓勵啊。其實婚姻係好需要即係父母或者夫妻雙方嗰種嘅委身咯。咁而家嘅家庭生活，我覺得其中一個即係好容易瓦解，因為大家都要追求大家嘅嘢。就所謂為咗個家庭去犧牲啊，呢種咁嘅講法，而家好似覺得好老土啊。咁但係其實我覺得我哋要即係重新重視家庭係即係或者婚姻係一個一生嘅投資咯。咁如果一個長遠即係委身一生一世嘅關係咧，其實大家知道咧你唔會離棄我，我又唔會離棄你嘅。咁其實大家喺一個咁嘅大前提底下咧。其實有多啲嘅空間同埋能力咧，去處理兩個人嘅相處嘅問題啦。歐博士指出，夫婦之間要維係一個家庭，要有默契同埋同步，喺管教仔女同埋溝通等各方面互相配合，照顧家庭需要。即係如果個個都對個家庭有一種歸屬感咧，其實就家庭可以係一個天堂咯。但如果你即係當佢係可有可無，當佢一個酒店，咁其實家庭咧就會越嚟越鬆散。其實我諗都特別想提醒啲做即係老公嗰啲啦嚇。咁有時候我哋係好拼搏，想喺出邊揾多啲錢，咁有錢咧就以為家庭個基礎咧就會好啦咁樣。但喺個揾錢嘅過程，如果你俾唔夠時間屋企，你忽略屋企嘅需要咧。當你真係揾咗好多錢之後咧，其實啲仔女都大啦，夫婦關係又淡薄咗，咁其實到頭嚟，你嘅努力咧都會一掃而空咯。一直推廣重視家庭同關注家庭發展嘅維護家庭基金，係今次籌委會嘅活動秘書處及發言人。佢鼓勵全港市民一齊響應今次嘅活動。一起想想怎样可以令所有家庭在一个合适的社会风气下更加稳固、健康、幸福。我们当然很希望每一个来的都能够为了自己的家庭来到立愿，希望他们能够首先守护到自己家，接着就可以守护他身边 的家庭。那我和我太太一定会去的啦。我会一家去啦，我有三个女啦，我们都准备那天下午一起去那个聚会。咁一方面，我希望即係透過呢個聚會，我同我太太可以得到鼓勵啦，我哋又可以鼓勵到其他人啦。亦都希望俾啲女睇到咧，即係家庭生活係好重要。咁有一日佢哋或佢都會即係成家立室啦。咁希望佢哋有一個嘅正面嘅價值觀嘅時候，將來佢哋都可以建立一個健康嘅家庭啦。如果你都想支持家庭健康發展，记得在5月18日下午3点，一家人穿上相同的服饰，到尖沙咀九龙公园中央广场享受一个好特别的家庭日了。